错过了必胜客的自助餐，千万不要再错过必胜客的99元五件套了，18.9元两份甜品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大家好呀，最近喉咙哑了好几天，但是喉咙再怎么哑都阻挡不了我吃披萨的热情，因为必胜客出了99元五件套的活动，错过了必胜客自助餐，我不能再错过这个了。我们走吧。哎，你好，一位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拍必胜客。你们相机里面是不是有个活动是99元五件套的活动？麻烦扫码看到的，扫码上单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新品套餐五件套，就是全是新品可以选。滋香草原羊肉披萨是他们的新品，有没有来一份？还有双汁香酥酱 tapas 也是他们新品，来一份。意式肉酱芝士波纹薯条也来一份。要选两个饮品，哎，选了卡曼橘暴打柠檬吧，再选百事可乐无糖的带回家。刚刚可太会过日子了，这五件套虽然够吃了，但是新品很多，我还想再试一下。这个纳布勒斯肉丸意面看上去也很不错，再点个云朵莓莓空气慕斯，就是卡曼橘暴打柠檬气泡水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柑橘的饮料？酸酸甜甜的，柠檬香味很浓郁。哇，这个就是纳布勒斯肉丸意面，我真的特别喜欢这种裹满酱汁的面。这酱汁太优秀了，甜度刚刚好，酸度也刚刚好。这是肉丸，非常饱满不汁，很 Q 弹。哦，这是，哇，很浓紫阳味扑面而来。这种奶香的羊肉披萨还是第一次吃。哇，这披萨真的好大一个啊！99元里面有个这个真的很划算。拉丝，哇，他们羊肉都好大片啊！哇，感觉自己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。还有土豆，我的黄色有土豆，大片羊肉加芝士，又加了洋葱和孜然的香气，香嫩不膻，太幸福了！我的披萨味得到了满足，一点都不干，我感觉它很多汁。我觉得必胜客这些也很难踩雷，这款就是把我最爱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了。一个是肉酱意面上的肉酱，还有就是薯条，哇，满满的肉酱，酥脆的薯条加上肉酱的鲜香，绝对欲罢不能。我觉得每次吃薯条像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。双汁香酥鸭 tapas， 这是很中式的味道，在鸭肉已经腌制入味了，有淡淡的花椒的香味，加上芝士奶香，层次非常丰富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我点了一份吧，两份。我会点两份吗？粉算了，他说两份就两份吧。18.9元两份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！18.9元两份甜品，这是云朵莓莓空气慕斯，哇，草莓香味很浓，很有以前那种草莓奶糖的味道，软乎乎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这啦，喜欢这顿饭的话记得点赞评论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99元五件套。